来，你快走了吧！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我知道你们邹毅呢是大品牌，这国际上面也是有知名度的，但是你们这次的复线童装啊，真没什么市场认知度啊！如果销售不好，我是要背黑锅的，老姜啊！你看邓经理，你说的是哪儿的话呀？这怎么可能让你背黑锅呢？哟。 这个小帅哥我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这也不说话，你看这酒也不喝。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小沈，他呀不太会喝酒。<笑>不会喝酒谈什么生意啊？啊，你看看我们这在座的，哪个不会喝酒啊？啊，看看。不是，张经理，他那个……谁说我不会喝？江哥，不是，今晚把杯子。 姐，我干了。哎呀，好，来，姐给你喝。来，小沈是吧？我给你倒上，倒满啊。姐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我也干了，来，好酒量啊！来，姐给你倒上。 邓经理，不是，姐，他真不能喝他。哎呦，老姜啊，我说你怎么老护着他呀？搞得像你儿子似的。不，邓经理啊，这个玩笑可不能乱开啊。行，来，哎呀，哎，满上，哎，你去边去。沈啊，来，坐着坐，咱俩坐着喝，你也满上啊。行，啊，我拿这个给您喝吧，我干了。 那个，希望咱们合作愉快。姐干了。哎呀！喂，严小姐吗？我是，您是？我是肖沈同事啊，销售部的老姜。 江部长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小沈跟我出来应酬啊，给喝多了。你看，方不方便过来接他一下？您把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好。哎，谢谢。喝多了。你给他喝点水，多吐出来就好，多喝点水吧。江部长，你总算来了，你。天哪！嗯，哥。怎么喝成这样啊？他呀，为了签下合同，他玩命的喝，拦都拦不住啊。 像他这种年轻人，真是太少见了。哦，他刚才还说呢，他说他这么做啊，都是为了让他女朋友开心，是吧？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他刚才就是这么说的。对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家啊，走。啊，对对对，别碰我，真是。来，起来起来。别碰我，真是。慢点慢点慢点。哦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们了。哎呦呦呦，我扶着你，扶着你。慢点慢点慢点，快点快点。慢点慢点。 嗯，那我先给江哥开车去了。哎哎，好。谢谢啊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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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点回去啊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太不公平了吧？你说这合同是咱们江哥谈下来的吧？ 功劳怎么还让他给占了呢？你懂什么呀？你当我们太子爷到咱们这儿，真是为了谈生意的。他这是为了做给他小女朋友看的。这点泡妞的手段，我还看不出来。厉害，江哥，您这叫顺水人情，成人之美。哎，多学着点儿。走吧，江哥，走。 别碰我！哎，别碰我！别碰我！我有女朋友的，别碰我！沈豪，是我。靠着我睡会儿吧，来。别碰我！你回去跟我妈说，我就要待在分公司。
我就要跟小小在一起，啊！还有，你千万切记，千万不要跟小小和人这样啊！啊，看见肯定会很难过，他肯定会担心我的，啊！嗯，让你喝那么多。 是我给你接回来的呀，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晚上为了签合同喝了多少酒？签合同？嗯，江部长说你合同签成功了。是是，签合同啊。哎，那这个酒我没白喝。哎，我肚子好饿，什么味儿这么香？ 我煮的新酒汤，给你拿去啊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想抱抱你。 江部长好像猜到咱俩的关系了。嗯，猜到。嗯，他怎么会猜到的？嗨，猜到猜到吧，反正咱俩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来，喝汤。 少喝点酒，好不好？嗯。别那么拼。嗯。心疼你。喝汤吧。 你头疼吗？